Hello， 哈斯嘛，你出来嘛，跟哪里闹啊？啊，闹出也是真真的呀吧？卡萨地上也有在要你啊，别你爱看啦，买了我们地哦，我女都看啦。给掉嘞！你这要来哪家的？你怎么没去办嘞？没去办嘞？家里没去办亲嘛？他这个长啊，长对吧？还不老嘞？对面个烟厂人帮我家来是吧？酒店多哩哟。酒店多，六年你那去的两个地都待了多了呀？后来说不住你了。要不，顾大伯他妈走嘛？是啦，反正最近我，我们家看他武器的，也看武器就会帮你哈。你看那里，你妈不的呢？是吧？因为人家看的呀，穿来嘛，收了哦，不的嘛，收了哦。家呢，我们当然有的，咱家不的呢，不收嘛，啊，咱们家他给人家一路留的呢嘛。对哦，我们来上班。咱们人家都不假，我们离岗的来呀，干一边接一边说，钱都拿来的呢呀，人家都不假，咱们。这个手机几年后用大不了嘛，都不用了。啊，今年年头呢，都没人说呢，也没生意。哎，对啦啦，大哥也谁不帮没生意？年头闹就没要钱的呀，哎呀，不为的，你来打的，你要不闹也咋了？没人要，明年年头也不给他。明年年头也不给他，没人来要。啊，蝴蝶也养嘛，你养没养到来？你说我的娘是养的呀？我把嘞，母羊嘛，今天被收掉了。母羊到底让你变脱路羊嘛？不着。母羊到底嘛？哎呀，喏，就是养一个破楼。这玩意儿，你别理他。哦，记得，记得。啊，你养来，养了，养了。母羊在哪？没嘞，说不定的。加脱路羊的。哎呀，不要嘞，让他们来拿嘞，给他。知道对眼泪里面呐？哎，不要，就是说，兄弟，别开我玩笑了。哎，前面都没得。他们那一年不努力，这里来是吧？没，天烂的，不知道的。哎，招标了啊！农民他妈也不哇，农业路不都标了，来喽。他说：“前面那户，那户农村那户地，那户地呢？那是哪呢？”这哪一把老毛啊？喏，好了不啦？这哪一把老毛啊？这多乌龟吧？哟，哦，秋天了，盐啥的么多啦？这快打了盐不买呢？家底有啥来鱼诶？哦，比如这个白的呢，宝贝，都是路线，过干盐的那样的比较。弟弟说，必须要买微的啊，干的才去大埔家嘞。那比如白的呢，说干的比较，过干的新的新的。多不啦哇！人家开心么准？啊，六十天他妈的也不啊，被买买的，面都肉塌。第十天三块啊，三天块啊，都来不被买呢。嗯。给谁？哎！哪路没得包养嘛？你来吧。不是嘛？拉着你，那来叫一叫嘛，不能过来我们叫不进去。我抽丢你啊！我们叫不丢你啊！我们不丢丢你啊！那么厉害！刚叫嘛，吃两杯哦。啊，相互一度一撇多，就叫嘛一度。那么进来，我直接回来，不离百万的了是。好吧，那么别心里。啊，别心。啊，等我再考下嘛，不用老公你搞的呀。不要，你抽奖的嘛，抽奖那么多，哪这些我都没有嘛。比如讲，今天去约，不变去没约完，比如。我你莫来啦，要不拿手退过。哈哈。老弟，好的。我嘞，这回吧，我嘞，你要不要你什么表来着？好的，什么表来着？你不要，可以不买了吧？是吧？还是姑娘。我再来了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板。